进攻。你看拔办公室有这个有没有很好玩？以后要不要常来拔办公室？也许之后他到中学或者青春期，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相处模式。但是，我是希望能够一直维持这种很好的朋友、很好的 buddy， 运动的伙伴啦，比如说像学滑板，虽然说我之前没有接触过。啊，我现在要学。虽然才八岁，听到爸爸吐心声，也默默挤出眼泪。父子俩的相处轻松自在，也跟蒋万安的成长环境有关。大家好，我是蒋万安。我是蒋德利。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我跟我儿子之间相处有趣的故事，请大家收看 TVBS 当掌声响起。